今天在爬山的时候，有一位大哥问婆婆说："哎，这是你女儿吗？"我婆婆就说："不是，这是我儿媳妇。"她就很惊讶，说："现在很少看到婆婆跟媳妇一起出来爬山的。"那我俩就笑了一下。其实婆媳关系呢，也没有什么秘籍，就是将心比心吧。比如我有什么好康的，就分享给婆婆；那婆婆有什么好吃的，也都想着我。快过年了，虽然我不能跟自己的亲妈在一起过年，但是我会把自己的婆婆当亲妈。大家早安，早上要找我婆婆去爬山，带着我们家那臭 QQ。到了到了，看旁边都是凤梨田，现在是个当归鸡丝面，热气腾腾的当归鸡丝面。比较特别的是有一个辣萝卜，还写很辣，太辣了，我不敢吃。很多餐桌上都会放这个小东西，大家知道这是干嘛的吗？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很疑惑，当时有人跟我说是放这个的。塑胶袋夹在这儿就不会飞走，很聪明的设计。嗨，你好，又来一只，怎么这么热闹啊？走了，我们要去爬山去了。山上的花开得好漂亮哦，这边非常的凉爽，好舒服啊！住在南头很方便的，就是要爬山都很近。就非常喜欢哦，这条路人比较少，很幽静哦。在台湾生活，大家都非常热情。陌生的大哥都会跟我们打招呼说早安，真的都会互相打招呼。我婆婆也会主动跟陌生人说早安。这棵树好漂亮哦，阿 Q，哇哦，棒哦！好，走吧。这个都乖乖的跟着我婆婆，看着他都乖乖跟在你旁边。腾山市集，我们刚刚走的是一条小的步道，现在来到了热闹的腾山市集喽。这边有好吃好玩的 ，QQ 走，给你买包子去。他还没吃早饭呢。我婆婆多么的宠 QQ， 还去帮他买三明治，买给狗狗吃的。哪个？这个是肉的吗？对，这个肉的，一排的。多少？35。哇，谢谢。QQ 怎么这么好命，还给你吃三明治？哦，好高兴啊，好高兴。腾山市集旁边还有桌子跟凳子哎。遮阳伞现在都设计得非常的便民呢，这里卖的三明治也太便宜了吧！看这么厚，好几层，3个100块，哇！阿 Q 今天是真的好口福啊，谢谢我婆婆给阿 Q 买这么丰盛的早餐。肉坐好，啊，对，给。哦，你说谢谢。客气嘛。哎呀，来。哦，喜欢吗？都要吃啊，吃完啊，不能挑肉吃，都得吃。怎么这么挑食，还把面包吐掉？猪爪味油饭，好香啊！我们都拌进去的。一盒多少？一盒60，2盒110。花生糖，这是核桃糕。是软软的还是硬硬的？软软的。啊，不用说了，谢谢。来，小姐吃一个。谢谢。半包装的。谢谢，客气。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吉祥如意，龙年行大运。OK， 就这样。耶，刚刚参加了一个小活动，现在可以来挑一个礼物喽。有没有小狗可以带的？是什么？还有福袋。你好。南瓜帽。太大吧。这个我们也可以带。你要这个？好了好了，这个给他。这个吧。阿 Q 坐，不是给你玩的，选了一个这个帽子，可爱吧？嘿嘿。这外面你卖600块。600块这么贵？小熊维尼，我也可以戴。这是你的新年帽。喜欢吗？耳朵没办法露出来。紫色眼睛，这是鸡排味儿的。今天在爬山的时候，有一位大哥问婆婆说："哎，这是你女儿吗？"我婆婆就说："不是，这是我儿媳妇。"她就很惊讶，说："现在很少看到婆婆跟媳妇一起出来爬山的。"那我俩就笑了一下。其实婆媳关系呢，也没有什么秘籍，就是将心比心吧。比如我有什么好康的，就分享给婆婆；那婆婆有什么好吃的，也都想着我。快过年了，虽然我不能跟自己的亲妈在一起过年，但是我会把自己的婆婆当亲妈，会常常去婆婆家蹭饭。等一下帮婆婆打扫完卫生之后，我们去看一下婆婆会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呢？高丽菜好啦，好的，我来端。哇，好香哦！
鸡胸肉，豌豆炒鸡胸肉，香喷喷哦。咸鸭蛋炒芹菜，好了，把它吃饭。地瓜配菜，哇，好正啊！好吃的吐司哦，拿出来了变糊糊的，很特别的，要冰地瓜，上面还带了那个冰渣子。嗯，哦，加 QQ 了，好吃。嗯，很特别啊，有点像冰淇淋，好吃啊，口感很绵密，健康的冰淇淋。